山悠悠，绿水荡漾，生态环保战线的工作者组成绿水青山方阵，最严厉的环保执法，最大力度的环保投入，最深入人心的绿色生活理念，小到垃圾分类，大到江河治理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这不仅是金句，更是中国最接地气的新发展理念。造型彩车引领中华儿女方阵向我们走。